和国民坏叔叔黄渤一样呢，林永健行走娱乐圈呢，靠的不是脸啊，是演技。凭借扎实的表演功力呢，林永健无论是什么角色呢，都能稳稳的 hold 住。那最近呢，他搭档韩雪上演了一段跨越年纪、长相的师生恋，据说也是非常的动人。没错，这个拥有深沉背影的男子就是我们的林永健老师。剧中他与韩雪上演了一段师生间的感人恋情。我俩这段感情啊，是身边所有人都反对的，都反对啊，但是他俩确实是很相配。别的不说，单说这年龄差，这颜值差，林大叔，你确定你们很相配吗？虽然这结婚戏拍了不少，可是一提到婚礼这事儿，林永健那是一脸的羡慕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林永健和太太周冬淇虽然已经结婚了12年，却一直没有办过婚礼。所以说我今天一来，我就跟导演说，哎呀，我说整得挺浪漫的，我的人生当中就缺了这么一刻。虽说这婚礼嘛，也只不过是形式，但是林永健说了，自己总是觉得亏欠太太。找时间吧，找时间给太太一定要补一个这种浪漫的婚礼。新娱乐在线北京采访报道。